场相声文武双全。在相声界啊，有这么一句话，相声界呢有这么一句话，那就是文怕文章会，武怕大保镖。那么在最早啊，这个文章会和大保镖本是一段相声，文章会呢仅仅是大保镖前头的一个电话，后来呢给他分出了这么两段相声。今天郭德纲、于谦二位老师呢又要恢复到咱们最传统的演出形式，那下面就请您欣赏这段文武双全。来这么些人啊，我很欣慰，打心里我这么痛快啊。高兴吗？我高兴。我待会儿一人给你们写幅字儿啊。今天有不少人求字儿来了。求您的字儿啊？你不知道？我知道什么？你孤陋寡闻呢。我知道什么呀？ 你得寡了。我什么罪过啊？我就说寡闻吗？寡闻就是寡人，您说那是孤陋寡人吗？什么乱七八糟的，就我不知道什么事儿啊。你不认识我？我这不认识。你不看报啊？报上有您。这什么感叹词啊您这。我对你很失望啊。我还真不看呢。不看哪儿？报纸买个挂历什么的，月份牌。您啊，上挂历、月份牌都有，我好些个都有我啊。你不知道？不像您啊！你看这个人啊，嗯，你得学习啊，同志，不学习你就落后了啊。我还真没看过。在写这方面，我是专业。写什么呀？什么都写，书法吗？都有。毛笔的都有，毛笔、钢笔、铅笔，啊，都写，铅笔都写呀、啊，大文学家，都是文学家用铅笔啊，我还写电视剧、电影，编剧，对，编嘿，哎啊，我有认识的吧，大电锯嘛，啊，木匠啊，不是，做电影的电锯嘛。编剧啊，编剧，编写剧本，编剧对，不是电锯。哎，你这个嘴有毛病啊。我有毛病啊。编剧哎，大编剧。对，前些日子刚写一个，还比划呢，还大编剧啊。也刚写塔拉是条狗，我写的，正写续集呢。是啊，于谦是个猪。没有我是啊，没有我是啊，捧你啊，有这么捧人的吗？这个不捧你啊，我我一捧你就红了，真的。你看，单凭你自己那个力量是薄绕的。哎呀，你们爷俩这嘴都该石头石头了，非得我这个样的啊，我捧你，你就红了。啊，您捧我，我就红了。绝对，我捧你就红了。嘿，咱这个学问，咱这个文化呀，在这儿说的。您中午吃的烧饼似的，讨厌啊！您这烙烧饼的吗？不是，不是，我这个学问呢，啊，上这么些年学，大学里待这么些年，是吧？您还大学毕业？哎哎，咱别老用这一惊一乍的，行不行？大学生。学生啊，大学生，大学生，哎，嗯，哪个学校毕业的？你管呢？你不怀好意，你不怀好意，这有什么不怀好意的呀？你心歹毒，怎么亏心呢你？我问问您，你是好人吗？你凭什么问我？我干嘛就得告诉你？我跟你过这个吗？你死不死你？我招你惹你了？讲理对吗？你问着吗？我跟你过这个是吗？不是，我这不是关心您吗？您这啊，好赖不懂。我问您哪学校毕业，不是关心您吗？闲聊天是啊，是吧？您是哪学校毕业？我啊，清华的，清华池的。澡堂子出来的，人家脸长得啊。
小没德行，你看你脸。您先别说我啊，你说那是虎方桥那儿。您不是那儿，我们是湖广会馆对过。